有领片的衣服真的很欠买，就是你搭配吊带里面超级可爱。韩国今年超多领片，我觉得今年应该是领片当道的一年。好，那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领片，它是做到这种，也是滚了一圈蕾丝，然后它的衣服的布料也是做网纱，然后上面有做到闪电跟星星的设计感。所以这一款我觉得真的，你们近看会觉得，哎，虽然看似同色系，但是你近看它的布料跟它的细节，你会觉得它看起来非常的优雅。手袖的部分呢，它是做到有一个小花苞的设计感，弹性都有哦，不会勒手臂的肉肉。拉出来的话呢，它是做到宽松版型，但应该建议是不是 L 还是 XL 可以？建议 L， 但是它没有任何弹性，但是我跟你们说，它的宽松度很够。之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它是一件可扎可放？然后重点是它里面的布料跟外面的布料有一点点渐层感，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件放出来感觉也是有设计感，粉色也很美。哎，这个可以，穿起来不可以？就这样穿就好了，刚好挡住最宽那一区，就是马鞍肉跟屁股全部都遮住了。那有领片，然后也有接蕾丝。